的动态还蛮特别的，嗯，它有点像你进弯的时候，它会再帮你拉进来，对对对，所以它不会一直往外推头，嗯，那一般 SUV 的车你进去可能好第一下，因为车头重，所以它第一下会进得去，然后它就一直往外滑，只是它其实还有蛮有空间可以滑的，就是它后轮会带一些，对对对，然后最后我把循迹关掉，嗯，所以它在弯中的时候它可以带滑进去，哦，所以它整个转向的角度啊，或是整个整体的流畅度就好了，还不错。啊，就唯一缺点就是马力不够啊，250还是不够，所以直线拉不出去，因为直线底好像才150，而且150上下，对对对，哦，所以我可以大概。刚刚有锁档吗？还是还好？是还好，还好。它的打档还好，只是它有点奇怪的迟滞，就是下油的时候它没有啊，对对对，它过了半秒才有，对对对，然后油门放掉之后，它过了半秒之后才会没有油门，所以它都会有一个延误感。所以有点，嗯，那，你手动换挡也是稍微有点延误嘛，欸，一点点，对，有一点点，还是有一点点，只是说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它的动力的输出跟你变速箱之后搭配也没有那么顺畅，对对对，你可能收油之后你隔半秒之后它才会收油，哦，所以你收了之后还要再往前走，嗯，就有点没那么协调，对对对，然后有点没有信心，但悬吊整体来讲，整体蛮讶异的，就是它虽然软，可是它进去之后，它会抓的撑住，对，然后撑住之后，它还会再把车子往内带，所以不会一直往外滑。你有时候车软，然后它可能一直往外滑，往外滑。那刹车的部分呢？刹车其实还不错，还不错，因为速度不快，所以它的负荷上没有很大。可是它过热的程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严重，对。它其实衰退的程度还蛮稳定的，就是可能就玩个一两米这样子，它基本上不会软掉，它踩的感觉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刹车的时候一直都很有信心，很有信心，对吧？OK， 好，谢谢。